终于下一次。今天吃的这家胡椒饼在哪里？在前面第一家。是哪里的夜市？饶河夜市。饶河夜市。好，来你吃看看。好。好不好吃？有没有很脆？我觉得前面炸炸的有点不好吃。不好吃呀。好。会很烫吗？这个是饶河夜市的胡椒饼，好吃的，拔下不要。没了。快让我不吃。那这个呢？再加猪蛋。这个呢？红加菜的。吃的是什么？是那个老虎老虎脆皮蛋饼，好好吃。脆皮蛋饼啊，好好吃哦。二次快单。要在这边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我看今天吃的口味。哦，这个是芝麻的。芝麻口味。我刚才吃到的是花生的。那有花生的吗？你没有吃到花生的吗？没有，我们今天来饶河夜市好开心啊，我们买了好多好吃的好喝的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